我昨天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21度，最高温有27度，都有80%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义春日19度到28度，高达80%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6度，最高温28度，也都有80%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低温11度，最高温26度，也有80%降雨机会。嘉义阿里山11度到23度，要注意雷雨情形，降雨几率是高达100%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9度，最高温23度，也是100%的降雨机会。台中和平14度到23度，降雨几率100%。苗栗南庄石潭泰安低温17度，最高温是22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低温14度，最高温22度，也是100%的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6度到23度，100%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7度到25度，也是偏高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23度到26度。秀林万荣17度到25度，100%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21度到27度。凤林光复瑞穗22度到26度，而在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0度，最高温27度，也是100%的降雨机会。接着看到台东地区长滨成功东河23度到27度，降雨几率是80%以上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7度到26度，都是80%的降雨机会。鹿野台东市卑南21度到28度，80%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9度，最高温28度，也有80%降雨机会。兰屿地区23到28度，也是80%的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18度，最高温25度，也都是100%的降雨机会。